喂，大家好啊！美國西岸時間2024年3月5號上晝10點半，1030 AM。咁咧就睇到有個地產經紀啊，就光頭嘅，就好中意揼骨嘅。咁咧就有啲人就話佢光頭話，咁佢就話自己正能量，咁我感覺佢成日發放負能量嘅，就佢成日揼骨咪骨精華啦，阿骨精華。咁啱啱就喺度發表謀論啦，佢又喺度噏得就噏啦，咁就主要是講那個財政司那個報告呢就出了，是不是個預算案咁就減曬辣椒，即係樓啲樓啊，減曬辣椒，咁係咪啊？大話可以啊，快啲大力放手去買係嘛？咁就有新樓出啦，係嘛？有啲新樓出啦，又有豪宅啦。咁就睇咗個噏得就噏嘅漫畫人啊，劉定堅，咁就話咧，就嗰啲所謂釋放咗嘅購買力咧，都係百幾個購買力嘅啫，因為嗰個新盤就130幾啊嘛，豪宅就唔知得個一個係嘛，仲有個中等，仲有另一盤就係得幾個咁樣，係嘛？咁就加埋都係斬埋都唔夠一兩係嘛，都唔夠140係嘛，唔夠140，好似或者啱啱140零咁啦，係嘛？咁你咁放咗咁鬆係嘛，放到咁鬆得嗰100零人出嚟買，咁當然佢講緊一手樓啦，二手樓佢又冇講，咁要等阿施永青先生講啦，或者二手樓係嘛，係咪大跳啊？咁就啊，骨精華就話增咗三成，咁但係咧就唔好亂喐喎，咁就要好似呢個秃鹰咁係嘛？秃鹰咁就擲肥而細啦，梗係，咁就要揾啲咧肉亂汁多嘅嚟食係嘛？聽到呢個肉亂汁多咧，就有時睇啲廣告啊，我都唔知咩嚟噶嚇。就美少女18歲，卜卜脆啊，水蜜桃肉亂汁多咁樣嘅，我都唔知咩嚟嘅。你知我人就比較純情，一生都喺温室嗰度長大，咁就唔知乜嘢。咁我覺得啊，骨精華講嗰啲嘢就就成日去呢啲廣告嗰啲地方度幫襯嘅，應該咁就變咗套用咗嗰啲咯，係嘛？要啲肉亂汁多咯，係嘛？或者咩啊？有啲時候我睇唔知咩波大 B 窄咁，唔知咩嚟嘅，真係係咪嗰啲啊？即係你嗰次啊，骨精華咪影咗一幅相出嚟，即係嗰個籃球教練啊！捏住個籃球，捏到變咗形嘅，佢手指又撳住個掣咁樣啦，係嘛？撳住個掣，咁咧就好欣賞嗰幅相。阿骨精華，咁就想做籃球教練，好過做地產係嘛？好過做日本發展商係嘛？更加有滿足感，仲喺後企喺後面啊嘛！你知阿骨精華好中意企喺人哋後面嗰度。挨下磨下向前力挺噶嘛，係嘛？即係鹹豬手就左搭右搭啦，梗係趁機會係咪先？係嘛？真係，然後個鼻可能都索嘅，喺度聞人哋嗰啲身體發出嚟嘅味係嘛？周圍左索右索，真係猥瑣到鼻，同埋舐人口水咯。上次啊，容海欣去佢嗰度，人哋飲完嗰只杯，佢就走去舐啦，趁機會係嘛？同埋飲埋裏邊啲茶又～
有啲口水嘅，可能諗係哇正曬，一諗起都開心係嘛？咁咧就講翻秃鹰啦，當然佢用秃鹰啦，佢自己秃噶嘛。咁秃嘅秃鹿就用秃鹰嚟研究，即係嚟形容啦，係嘛？但係秃鹰我哋知咧係中意食腐肉嘅喎，啲肉啊腐爛曬嗰啲咧，啲腐肉啊，係嘛？就唔會食嗰啲咩肉嫩汁多嗰啲嘅，係咪先？嗰啲或者留翻俾我食啦，我都幾中意食嘅。啊，肉嫩多汁，水蜜桃 ，OK， 啊，剥剥除。你食鹿肉啦，喂，好多鹿肉等緊你食啊，啲腐肉啊 ，OK， 秃鹰啊，專食腐肉，係嘛？唔好搞錯先得噶，你啲常識真係啊，唔係好夠啊喂！跟住仲有啲西藏嗰啲咪天葬嘅，我聽話天葬啊，咪將嗰啲遺體割開，割好佢係嘛？割到一塊塊咧嚟喂啲秃鹰嘅，咁但係啲秃鹰咧就要等嗰嚿肉咧腐啲先，越腐越正。係嘛？咁嚟食噶嘛？你真係，我哋人類食唔食腐肉啊？梗係食啦！我哋好中意食腐肉嘅，其實鹹魚係嘛？鹹魚啊，哇！梅香嗰啲夠曬腐啦，仲香！哇！真係而家我講起都流口水啊！一嚿仔梅香鹹魚咧，可以兑兩碗飯我睇係嘛？我而家啲口水已經飆緊。又是心理學的從已知到未知，因為我知道梅香鹹魚好味 ，OK， 所以就飆水。其實我冇咗依個感覺好耐㗎啦，因為我以前做死因調查，一諗起嗰啲味咧，就是梅香鹹魚。我講俾你聽，差唔多100%似嘅，真係嗰段時間咧，我諗都有十年，我先至回復正常。真係唔想食 ，OK？ 哎，講下講下講咗嗰啲啫，人哋講緊好嘢啊嘛，擲肥而逝啊嘛。好啦，咁樣啊，骨精華，我都恭預祝你咧揾到啲肥美嘅嚇、啊，肥美嘅好盤就係揼咗佢啦，揼咗佢 ，OK？ 咁就賺大錢啦，希望你翻身啦 ，OK？會唔會你而家嗰啲錢都係借翻嚟㗎？全部嗰陣時又話啲日本仔借咗1億俾你喎，1億喎港幣喎，係嘛？唔係 yen 係嘛？定係其他有啲紙攞個羅嚟裝嗰啲，係嘛？兩張就1億嗰啲，買幾粒鹹脆花生啊！唔該，俾1億鹹脆花生。一包仔啊，咁就清清啲債務啦，希望你啊清清啲債務，咁就唔使咁愁啦 ，OK， 唔使咁愁啊，啲樓就賣俾日本仔 ，OK， 唔好賣俾中國人啦，啊，唔好等啲中國人咧就買咗咧日日以淚洗面 ，OK， 啊，你知日本啦，地底火山爆發，即係唔係地底啊？海洋啊，海底啊，海底火山爆發，因為那個裂縫喺嗰度嘅地震裂縫啊，日本、菲律賓、台灣 ，OK， 話到時真係爆咧，影響埋香港，真係大家利是，係嘛？你知日本啦、啊，除咗呢啲天災係嘛，火山爆發，譬如你行富士山七月。可能就七月份火山爆發啦，富士山突然間咧一爆，邊個預測到啊？係嘛？突然間就喺嗰剎那爆，你就爬到上山頂，咁都好嘅，快啊，快 ，OK， 快很準，咁就乜都唔知 ，OK， 咁就然後就地震啦，當然係嘛？火山爆發啊，地震啊。海底火山爆發啊，咁然後引發啲大海嘯係嘛？咁如果現有都有嘅，有嘢揸手嘅都
就啲輻射咯，輻射啲輻射水啊，周圍散發咁樣係嘛？咁都啱你嘅，你又中意食嗰啲雞泡魚劇毒劇毒砒霜劇毒魚生啊，再加埋輻射咁啊，就一舉兩得，一舉兩得 ，OK。好啦，唉，我都唔知點解就你唔應該嘅，你都係啊愛國愛黨噶嘛，愛港噶嘛，係嘛？當然就更加愛錢啦，為了賺錢故，所有嘢皆可拋，係嘛？好，下次再傾。